平等清净的智慧。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打开您的菩提心，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生命电视向您问好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，划拨账号50323858，50323858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2-608，012-001-202-608。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、供斋、点灯、慈悲施食、药供、烟供。
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！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。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划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天人真事，因果实录。一对夫妻带着两个十多岁的儿子跟老和尚请益。他们说，3年前他们移民到海外去，暂时租了一栋房子，打算以后再找别墅买下来。可是因为4个人的意见总是不能统一，不是丈夫满意妻子不喜欢，就是妻子满意丈夫不喜欢，再不然就是孩子也有意见。好不容易4个人都满意了，偏偏屋主又变卦，到现在3年过去了，仍然找不到合适的住家。他们百思不得其解，想要请老和尚来指点迷津。你两个小淘气，是不是喜欢掏蚂蚁窝啊？听师父一问，4个人都笑了。母亲说，哎，对呀，对呀，他们两个从小啊就喜欢掏蚂蚁窝，说是要研究什么蚂蚁窝的构造，什么蚂蚁窝里面有蚁后啊，有工蚁啊，还有什么兵营嘞，还说有什么很大很大的食品仓库哦。常常两个人一玩起来，连饭都忘了吃。哎，你两个小孩经常破坏蚂蚁的窝，毁了他们辛苦的家，又糟蹋了他们千辛万苦搬来的食物，让蚂蚁没有安身之处。你们现在安顿不了自己的家，这只是粗暴。如果不知道忏悔改过，将来就算有了自己的房子，也可能会遭到意外的毁坏。尽管你们很有钱，将来难免也有为吃饭而奔波的时候。做父母的，皈依的佛门，怎么可以让孩子做这样的事情还不制止呢？养不教，父之过，因果报应如影随形，要赶快求忏悔，诵经回向给千千万万受害的蚂蚁，或许还可以转变未来的灾难，明白吗？师父啊，弟子知道错了，虽然皈依了多年，以为只要吃素念佛就很好了，没有把小孩子的玩耍当成一回事。今天我们回家会到佛前忏悔，拜梁皇宝忏、大悲忏，回向给这些曾经受过伤害的蚂蚁啊。